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阿三二国际全套产品上脸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效果。那在展示之前，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护肤的过程当中，哪一步是最最重要的？其实我原来是认为是眼霜或者是精华液，因为这两个单支价格特别的昂贵，总觉得贵的就是好的。但是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更加了解怎样的护肤是正确的护肤。